你们看这海浪。那也没有我浪。盘点沙雕人类迷惑行为。Hello， 从哪里过来？从哪过来？从广西啊。哎呀，你刚才吸的是什么？这个煤气。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每次泡泡面的时候都要烧开水，是不是有点麻烦？所以我们可以一次性烧很多开水，把它放进冰箱里面冻起来，下次用的时候加热一下就可以。情况是这样子的，我在这个位置钓鱼嘛，然后不小心摔了一跤。我就想问一下网友们，像这种鞋子，这种鞋子啊，怎么洗得干净？那很脏这里。这谁呀，心这么大呢？都啥社会了，遛狗还不牵绳呢？过来金毛，哎，那伏击我呢？这狗养挺好，挺大的狗养的，吓不吓的啊？家人们不要再去垃圾食品了，你看我的脸，吃垃圾食品脸上会冒出快乐的微笑。爸爸问你一件事情，这个是我问，我知道这个老师是谁啊？刘老师。刘老师是吧？这个是我爸爸。我知道那是你，我知道那是你，我知道。那么既然让我说几句呢，那我就说几句啊。也是想了想啊，说哪几句呢？那我就说这几句。那么我相信啊，这几句呢，也是比那几句强。所以我今天呢，就先说这几句。那么如果大家觉得啊，说这几句不够全面啊，将来呢再给我补充几句。太累了，我不想走了。哎呀，那我背你。这都不好，别封建了，快上来，这让人看见了多不好意思呀。那你叫句好听的听一下。我不叫。叫不叫？哎，叫不叫？叫不叫？叫不叫？哥哥。哎，怎么说呢？旺仔牛奶 QQ 糖 ，Come on baby，你也要吃一颗吗 ？Yes， 好讨厌。哎，你能不能有点当父亲的责任啊？每天就知道打游戏，完全感受不到你的温暖。睡觉，爸比陪你睡觉够温暖了吧？今天天暖和，出来溜溜刀。别跑那么快，快追不上了。这车坐过别的女人对吧？我的腿正常与前面的距离是17厘米，现在居然有19厘米。你怕被我发现，你想调回原来的位置，但是你又不知道原来的位置在哪儿。其次，外面现在-25度的天气，你居然打开了所有的车窗。你又不会抽烟，你想放一放其他女人的味道，我说的对吧？你有病吧？咱们这是网约车，你能坐坐，不能坐滚。好嘞，好。有没有好心人借我点钱呢？我想买一个北京五环以内32厅120平米以上进商圈地铁的独栋别墅。我想有一个栖身之所。当正常人看到这个东西，哇好累啊，我们在这里坐一会儿吧。不正常人看到这个东西，哇这个太好玩了，看我的飞檐走壁哦，我飞。咦，我知道你有理，但我们先不讲道理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啊，你先别急。如果碰到飞机低空飞行，不要慌，接住就行。人才。这个船破了一个这么大的洞，我们两个都敢坐，你看一下。等一下要沉下去了，快来救救我们！
还没有啊。帮我看一下小孩，我上个厕所。